周文王有一卦叫文王卦，得此卦者得天下。神殿了，鬼吹灯。大侠金豹子动钱了。金豹子，日本人知道自己败局已定，想利用文王卦来扭转局势。谁都想不到，我有点听说是一天都得。就算是给我下套了，我也无所谓。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找到文王卦。続けて殺せ。足りなければ捕らえてくれ。你们鬼子太没人性了！仙人者死！